会儿啊，我看看啊，一二三三四决斗，前期四决斗。这我这前期不无敌了吗？我这前期能输了？但是如果我赢的话，我是不是装备就不行了？我要一直赢，我装备肯定不行。这怎么办呢？这就有点尴尬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两件装备，为啥三个人四觉得我？因为有天选之人呢。你得先去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版本的羁绊。我们前期肯定是无敌了，前期指定是没对手，谁也不好使。再把这福星先撇了吧，不要了。谁上能猛一点啊？我上这为啥给我噔噔一下啊？来陪我玩玩。上个阿卡丽。大树撇。黄子撇。牙刷撇，剑尖撇，哎，绝不动摇。不是吧？这波他能给我赢了？我操！我不服！给我扎死他剑尖！啊！是吧？这能输了，我操！哎，他凭啥赢我呀？哎呀，这波给我干输了，我操！我可气死了，给我气完了。先拿蓝 buff 吧，但凡给一个装备，应该给点装备哈。没寻思能输啊这，哎呀我操，我的连胜啊，我干了，我干你娘！他怎么这回事这？你刚才怎么骂人了你拉里汉？不应该骂人的啊，骂人了。我前期有阿卡丽，我能打输了，我操！我凭什么输呢？我凭什么输？
我凭什么？我就想问问我凭什么？哎呀，我前期阿卡丽一枚，决斗大师四个能打输了，还越想越气，真的是。我在想，这个我是给亚索呀，还是给剑姬呢？我给剑姬，我亚索吧，要不我给亚索。把武器卖了，下边给七块。赢了，把锤石卖了，能行不？赢了，赢了，卖不卖锤石？你们觉得？要不要为了1块钱把锤石给卖了？卖了是不是？卖了也行。如果不卖，我就每一回合少1块钱。来，把锤石卖了。到底玩什么？玩瑞文呢？小猫，小猫可……哎呀，又差1块钱，怎么整着？就是这个逼把我赢了一把，哎，巨讨厌这个人。滑板鞋还二了，惨着，一口，又给个蓝水滴。如果我这蓝水滴合个冰心儿，岂不是美滋滋？美滋滋，装备太拉了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是这样的。这皎月怎么还能1打5啊？给我干他，兄弟们！虽然这皎月装备偷的不错，但是这波给我锤死他！漂亮，物资不行，卖了，我肯定会卖的。这个是不可能上的。呀，赵信是不比武器猛？赵信有武器猛没有？看看啊，1.5秒眩晕，200攻击力，横扫伤害蓝人员降低85%。200点伤害，150点伤害，赵信比武技猛，我们上赵信。哎，那我要赵信武器一块上不就行了吗？哼。
是不是二了？这波，哎，八个劫是不是没了呀？现在呀，是不是八个劫被修复了？被没被修复啊？还有啊，还有，他们怎么不玩了呢？没有，刚吃的鸡儿，一分钟前，别玩了，没劲，玩点别的，玩点正常的阵容，你看是不是？这都没，基本上都没有人玩的，老玩那个干啥呀？你说，老玩那一个没意思。哎呀，对了，应该下武器上维恩。这阿卡丽居然没打过滑板鞋，你敢信？这波给我的装备可好了，什么都能拿，大棒、魔抗、小拳套都可以。我觉得大棒是不是重要一点？先拿个大棒子吧。哎，大棒子挺抢手的，我先把这大棒子给他拿了。这魔抗跟这个拳套都没人要。卖牙锁的话，不行，七星口袋卖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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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把血量比较健康饱满，看来这玩意儿前期还是得像这种强力阵容打打工啊，强力阵容。这样猩红挺猛啊。我们打到野怪的时候再把那天选卖了啊，我们先这波打完，打完以后卖天选，然后呢我们也不用掉血就可以收天选。学到了吗？学没学到？我把这寂寞杀了，找着个一 v 一，一 v 一打不过也正常，人家决斗大师呢。
概率低，不行我就拉八。76滴血。打狼其实拉到八不合适，你知道吧？拿个狐狸先试试看啊！我要的东西有点多呀，这。差个蛇女儿。来啦，瑞文！不要诱惑一条拿下蛇。我会让你。这维恩怎么每一回都要升级呢？老维恩，拿下，兄弟们！先给上个大棒子。哎呀，质量还是差点，不行，还得地。还得地呀、啊！为了那些已经迷失的人，终结已至。分女儿，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这把绿文布三，天理难容。你们觉得水银厉害点还是帽子厉害点？转职书给了，给个鸡巴毛给，还给转职书，我都灵魂莲花猎幽都绿纹了，都还给转职书。我留着不香吗？我留那个大棒子和帽子不香吗？水银没了，我相信鸡哥给我爆魔抗还是很好爆的。这把其他的倒没咋来，没关系，其他的不用来，其他的就一星就行了，我们升级啊。我不升级，我再递两手。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锤石也差一个。
这把的瑞文不删啊？给我再量一量瑞文。这质量，我操！哎呀，挂失啊！开始挂失，拉吧拉吧拉吧！冰心给猫第一次见，那第一次见的东西还多了呢。那不给猫给谁呀？冰心给猫没毛病啊，它来回在场上穿呢。这理解不行吗？这理解，其他的都一星就行。再给我来俩瑞文，这把不吃劲儿，我吃屎，我吃100吨屎，我都不100吨，我吃1万吨。咱有个 Niko 来俩瑞文，应该是随便来的吧？终于让我运气好一把呀，不容易呀！看见没？运人的运气啊，不会永远这么差的，要相信自己。鸡哥给个魔抗，起飞了！给个魔抗，给个大棒，莉莉亚都不用了这。夜幽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法术强度，我给夜幽给个猫吧，行不行？科技枪也可以，不要科技枪，给个减控制的魔抗。鸡哥，是不是好兄弟？你别每把老这么玩儿啊！你又给俩全套着，给俩全套也行，那下一个总该给了吧，鸡哥。我日了你呀，哥鸡哥呀！给个狂徒啊，要不还是等一等选。等一等选秀吧，要不？反正现在我们也无敌，也没啥人能赢得了我们这质量。你看这瑞文被控了，看着吗？被控就有可能就会直接就死，千万不能被控死。这身上多少根毛？这是。这个装备三国肯定没用，决斗大师也没用，幽梦凑合地儿吧，留着吧。狂徒也没人给呀，狂徒给腰着了，也就。我决定这个全套给他留一下子，你知道吧？我留一个全套，剩下这几个咱合了行。但我这狂徒也没人给呀。我只能给腰着了。你看这控制，直接给控到死，看着没？不行，不能吃控制，吃控制就暴毙了。这人捡我血捡的有点多呀！
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一次挑战。你说去哪儿？能不能给两只绿纹？能不能？这他妈要没了呀！我操，不行，这装备我得给了，不给装备不行啊！人要没了，猫别拿了，那这俩不拿了，这俩撇了。水银，我真的不知道拿什么，拿凯隐，拿锤石吧。伏击之爪我自己都能合，我要这伏击之爪干啥呀？快点给个绿纹，再给一个，别这样啊！别死啊！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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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十滴血，给我扛住！最后一个绿纹，我们就无敌。能不能给来一个？能不能给来一个？求求你了！能不能给来一个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又鸡巴差一个，我操了！怎么老这样呢？啊？怎么老这样呢？这多让人难受啊！这啊，这不难受吗？哎呀，三灵魂莲华了！我这怎么三个了呢？啊，文人让我卖了，我操了！文人让我卖没了，哎呀，我头疼！哎呀，西巴，真菜呀，这波呀，这波是真菜呀！能不能给我顶住？能不能？能不能摇一命，兄弟，摇一命，摇一命，摇一命，大哥，兄弟，不行，又差一个呀，这哪能行？哎。不上那个神盾应该能顶住，然后我们应该能升到三。我正好打个这个石头人，给我来个水银。哎呀，太难受了，真难受啊！没有水银呢，又没升到三，又差一个，怎么老差一个呢？还是什么呀？我说我绿纹升到三，他也没升到三呢，关键是。